有些人爱吃刨冰，有些人吃冰棒，但是吃到这样的冰棒恐怕快吐了。大陆的浙江有一个妹妹吃到差一点了，吃到里面有瓜牛的冰棒，你看这个底部呢竟然有一个小手指头大的这个瓜牛，这样子的齁料啊，让人看了真的是啊到胃口哦。六岁的妹妹完全没有吃过这个她是没有完全吃完这个瓜牛的冰棒，但是呢妈妈可是气死了，决定跟这个叫好来西冰棒的经销商来抗议了。